大家好，欢迎来到哈拉聊电影，我是好好。今天不搞笑，不耍冷，要跟大家介绍一部很沉重的电影《熔炉》。아이들이학교에서그런일을당했는데도대체이게누구소관이란말이에요그사람들어떤사람들인지알아지금이손놓을수없어으사다른사람한테말하면죽여버릴거야라这部电影改编韩国真实的案件，光州有一所聋哑学校，发生了校长到老师十多名教职人员常年性侵暴力三十多名学生的恶心罪行。一位勇敢的教师揭发了真相，告上了法院，但案件却在二审时，性犯罪者都获得缓刑，令受害者与人权团体无法接受，正义未被伸张而持续抗议者。作家孔之勇在看到这个令人心痛的事件新闻后，决定用文字的力量发表，巨细靡遗地描绘整个象牙塔内发生了骇人听闻的变态事件。然而我们的孔刘欧巴在当兵的时候看到这本《熔炉》同名小说时，心中大为震惊，愤怒难过的他在退伍后极力地促成电影的拍摄。虽然面临到许多困难，企划、制作、经费等，但是如果连他们都就此放弃，那么这些孩子的声音就到此为止了。所以孔刘秉持着这隐藏的真相必须让世人所知的信念，终于这部无商业性质的电影总算催生出来了。但谁都无法预料，上映后造成极大的回响，引爆了全韩的民怒，民众透过网络的力量大肆宣传，这把人民的怒火也烧出了国家改革，迅速的成立专案小组，整起事件重启调查，将这些涉案人加重刑罚，并且国会也修法，加重性暴力犯罪处罚的特别法，也称熔炉法，也是韩国影史上第一部因为电影而改写法律的案例。然而有许多人会说，那是在韩国，这只是部电影。不，这样想的人你就错了。台南有一间特教学校竟然传出来说，两年内有128起的性侵案件。2011年，台南某间特教学校也发生了类似的性侵事件，有128起案件，受害者有38位学生，历任的校长、老师共17人涉案，但最后的判决只是简单的记过、解聘，事后依然继续任教，官方也只是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让受害者家属感到非常不满。我今天是冒着我小朋友的安全，我出来，我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没有正义。而这样的环境下，也导致38位学生行为偏差，成了加害人。也就是说，对于性暴力，该校老师的默许、无视，甚至自己也对学生伸出魔爪，严重的影响孩子成长的方向，扭曲孩子的价值观，孩子们的行为也出现异状，才导致孩子从受害人变成加害人。这些加害人的心里想，我也曾经被这样对待，对待我的人也没有受到谴责，那么我也不认为我有错。与韩国事件相比，事件爆发时都是高高举起，然后轻轻放下，让这些事情仿佛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也造成事件爆发后人权团体不断的抗争与争取公道。当然在这样的处理态度下，该间学校依然继续发生类似这样的事件。好，在两年前的人本基金会揭发了南部一所听障学校大规模的性侵事件，但是呢，民间团体最近发现，这半年来呢，学校的性平案件的通报量没有减少。片商也许借由孔刘的高人气，让这部已经是随处可见的作品购买版权重新搬上大荧幕，当然也希望这部电影唤起更多台湾人的注意，可以唤起人性的真善美，然后改善整个教育的体制，不是不可能，人家韩国办到了。那台湾呢？这样的陈处的思维之下，我们看不到改革的思维，我们看到的是想要弥平大家的那种关注跟压力的思维，而不是真诚的要改变事情。故事简介：男主角仁浩是未来会拍摄超红的《失速列车》的孔刘饰演。仁浩前往偏乡雾津市的慈爱聋哑学校担任新任的美术老师，他到任后渐渐地感受到学校弥漫着一股奇怪的氛围，学生脸上不是孩子般天真活泼的神情，而是流露出难以言喻的恐惧，对于大人靠近会有惧怕排斥的现象，孩童身上常常会有莫名其妙的伤痕，甚至在厕所传出令人心碎的惨叫声，这才慢慢发现这些小孩抗拒与恐惧的都是有原因的。正义感使然的他开始暗中调查，并且请当地的人权团体来帮忙。人权团体的议员佑真是未来会拍摄超红失速列车的郑裕美饰演，
两人一起协力调查，才揭露出由校长带头、主任、老师长期对这些听障儿童性侵暴力等事件。得知这样丑陋、肮脏、恶心的事情，愤怒与正义让他们决定挺身而出，为这些孩子勇敢发声。无奈校方在当地有权有势，利益疏通，警察、律师、法院也都受贿的情况下，仁浩与佑真带领着弱势的孩子们，要如何对抗这腐败国家体制、庞大社会机构、变态学校教职员的故事？这部分的辛酸历程，就让观众自行到影片中体会吧。先抛开真实事件的背景设定，就单纯用电影的角度来看《熔炉》，小编我真的觉得导演将这部电影改编拍摄得很好，故事的结构很完整，一环扣一环的故事情节，仿佛让人走入迷雾中，越是深入，雾气越大越浓，即使真相摆在眼前，你也看不到一丝曙光。点到为止的恶心镜头，导演并没有拍得太洒狗血，但是相信事实上的暴力、恶心与变态，绝对比电影中所要呈现的高出数倍。人物的设定也别具巧思，男主角也有沉重的家庭经济压力与重病的女儿，他也面临到金钱的利诱与收买，虽然也曾稍微动摇了一下，但理智与骨气战胜了恶魔对他的试探。剧中的其他角色也都很鲜明，个性率直可爱的女主角，单纯善良的为了正义而战，被现实与金钱蒙蔽的长辈们，官官相护的丑陋嘴脸，也同时刻画除了性侵外，人性多重的丑陋面，比起失速列车的人性自私还要恐怖与冷漠数倍。配乐与节奏都掌握得很好，也看得出每个镜头都诉说着人情冷暖，真的看得出导演非常用心，巨细靡遗的将这个骇人听闻的真实事件转化成充满剧情张力的好电影。剧中也有很多对比讽刺的元素，名为慈爱的学校中却感受不到一丝一毫的温暖，看似衣冠楚楚的楷模校长，人前虔诚信教，人后强制性交，尤其是法院判决时的那场戏，被判刑的一方欢喜若狂，而被害人们却是悲痛气愤，讽刺对比的设计与铺陈都很有力道。本身这些特殊孩子身体就已经有残疾了，会比一般人自卑害怕与人接触，更导致他们遇到这样的事情不懂得向社会发声。孩童纯真的眼神，孩童单纯的盼望，是谁染黑他们的心灵？是谁破坏他们的生活？谁能听到他们诉苦？谁又能站出来帮助他们？这是一部不会让人想看第二遍的好电影，因为情节太痛苦不愿回想，所以你要那些受害的当事人在法庭上众人的面前速度回忆起当时受害的过程，重新又揭开伤疤，实在是好几度的伤害。而他们要面对的是有权有势的腐败体制，正义之路走来辛苦，挫折与难过都是难免的，弱势者充满血泪的抗议与无声的呐喊，只求可以像一般人一样正常的生活着。然而无论司法有没有还给当事人公道，这些受害的孩子们日子还是要继续过下去。这些特教学生是属于比较封闭的，很少与外界有所互动，由于学生是住宿的关系，所以学校就等于是他们的整个生活圈，当这个生活圈已经扭曲变形的情况下，所教育出来的孩子也很难不受影响。然而这个阶段还是需要有人能够陪伴他们，为了不要让受害人心里抱持着偏差，未来也有可能越走越偏，成为加害者或是反社会人格。一鸣先说，心理辅导真的很重要。이제심지어이제이건좀심한말인데그정말선생님들그런선생님들을죽이고싶다는생각까지들었어요。韩国政府在事发后也亡羊补牢，在这一块投入了更多辅导与民间社团的关心，让这些身心灵受创的孩子们能够融入这个社会，学习如何工作生活。放眼看整个社会，家庭没有好的教育，学校没有好的环境，社会没有正义，没有人关心弱势者，这个国家等于无形的在生产许多行为偏差的人，虽然不见得会有危害社会，但也是会影响他们的行为。我想教育不是只有要考高分得第一，身心思想的健全才是最重要的。毕竟熔炉事件只是冰山的一角，不止在台湾，世界各地也有许多类似不幸的事件。我们每一个人的力量都有限，小说家也好，演员也好，导演也好，网民转贴也好，这些力量凝聚在一起，才能够发挥出强大的推动力，成为改变社会前进的力量。冬天来了，天气虽然变得寒冷难受，但经过这些老师与爱心的人士，在他们心中是温暖的。即使能够改变的有限，但至少这些人的努力让孩子们感受到他们自我心灵的珍贵。好啦，这部电影真的是太多感触，说不尽也讲不完，非常推荐给所有人去看。它不只是电影，它也是人的良知与丑陋。每一个人都有一份珍贵的心灵，不要为了自己的爽造成别人心灵的伤害，尽自己所能帮助身边的人，让世界因为你的来到而更加美好。我是好好，
谢谢你的收看。如果觉得影片不错，可以鼓励或分享。如果想讨论，也欢迎在下方留言。如果不想错过每期的哈拉聊电影，也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我们下次见喽。내가 너무도 많아서